Let's go。明星们都会说歌迷是自己的衣食父母，可衣食父母的确会玩死明星。那么多支持者中，总会有极个别爱偶像爱得发狂，但爱意过剩对偶像来说也是一种负担。比如邓超与孙俪结婚时，突然有个人在外面打滚，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为自己贺喜吧。近日张亮戴墨镜携妻亮相，现场自然有很多位新晋男神的粉丝前来，可是有位粉丝高举着郑索的灯牌，让人无法直视。尽管张亮原名是张郑索，可这么乡土的名字被高调秀出来，这是要玩死男神的节奏吗？你举一个那年冬天锁在镇也好啊。2010年12月，网上流传了一个消息，快男武艺死了，原因是有人看到武艺的粉丝送武艺的场景，不少不明所以的路人直觉武艺是死了吗？但其实这是武艺在巡演时粉丝们华丽的欢送方式，愿你一路走好，这谁能 hold 得住啊？妈呀，天王刘德华从来不缺奇葩粉丝，早前杨丽娟求嫁事件差点给偶像留下了心理阴影，近日有三位男粉丝竟然组团一起整容成刘德华的样子，我勒个去，还挺帅的，相似度几乎达到100%啊，乍一看还以为是年轻版的刘天王呢。跟随偶像到天涯海角只是初级粉丝，因地制宜使用各种交通工具才是达人。赵薇在河北拍赤壁的时候，一辆农用拖拉机突然挡住了去路，上面下来20号男女老少围着赵薇大呼小燕子小燕子，赵薇戴着墨镜在车上一言不发，估计是被眼前的恐怖阵势吓着了，这拖拉机也太奇葩了吧。总之追星是个个性的事情，但是太另类了就会玩死自家偶像哦。